这是当地的蛋糕，用这种吃饱了。这边是一个马芬果，用这种，幸好不是用包子哎，其实算很好啊。其他地方是用包子。对啊，这蛋。然后这个门有一个 problem， 防范措施。幸好还有这个上面的跟上面的锁，不然这个门，是黄个电视机哦。还有这个奇葩风扇，那我要讲个，看有没有电。第一次是这么高兴的离开的。谢天谢地。啊，走吧，可以锁个门。拜拜。嗯，可能会有啦。行。That's right. Oh, this is not the Everest. This is not Everest. This one is the Manasulu. Manasulu. Yeah. And this one is Ganesimal. Wait. This side and this side is Langgangeja. Yeah. 哇，也太大了。在这样的地方，然后看后面。这样一个观景台，好是太阳升起的地方。非常非常的亮，完全看不到。这山的这一面被照到。
电话的，你知道吗？今天是在尼巴最后一天，看得到外面，先看一下外面。这是从我们房间出来看到的风景。我回来，现在是7:41，然后我们的飞机是10:50，应该是吧。